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库妞莎。Hello， 大家好，我是 ESP 的渡边，我们是北京三里屯售后的 ESP 旗舰店。喜欢 ESP 的钱，欢迎大家光临，好吧？日本人的，日本人的，我是日本人，所以。北京还是好冷啊，直接从一个就是不需要穿羽绒服的地方。我今年下定决心就是不要感到一丝丝的冷，所以 Oh yeah, this is how you deal with the cold, man. 4 years of Wisconsin, that's what it teaches you. Don't f**k around. 今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去把我的吉他给修了。然后呢，在北京我认识一个日本人，他是 ESP 的人。虽然我的吉他是 Fender 啊，目前在北京的话，虽然我没有认识特别多的就是修吉他的师傅，但是目前来讲呢，我修的这几次吉他找的这几个人，我个人感觉还是他修的比较细腻，就包括调了一些八度啊，和调的整个的这个 action 这个弦高，所以今天就是还是找他去帮我修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了这里就东西南北就找不着了。 I think it's over there. 先找点东西吃，先找点东西吃。我一直在北京一个找了好久的一个餐厅，我今天终于发现它在哪儿了，就是那个吃 kebab 的那个地方。Alright, not the worst.就还行吧，反正不如埃及的好吃。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库妞莎。Hello， 大家好，我是 ESP 的渡边，我们是北京三里屯售后的 ESP 旗舰店。喜欢 ESP 的钱，欢迎大家光临，好吧？日本人的，日本人的，我是日本人，所以我17岁开始。17岁开始在 ESP， 对，最年轻的 ESP 工作人。哦，这么厉害？对，哇，太强了。然后6年，6年，6年前来到北京，对，哇，牛逼！今天就主要是找库妞莎帮我做一下保养。对。All right. これなんか見たらすぐ買ったんですけど。懐かしいな。懐かしいですか。斬新なスラットキャスターで。そうそう。もともともうずっとスラットだったので、これでちょうどなんか良かったかな。でその時なんかポストラックとか結構やってたんで、ちょうどこの見た目もとかも。弦は何に変えましょうか。弦はね何があるんですか。何でもあるというか。エリクサーどれぐらいするんですか。エリクサーが120弦。120弦か。結構上がったな。もしくは、はい、新しくダダリオから出たこれ。これもいいですか。うん、結構長く持つ。長く持つ。長く持つのがいいですか。やっぱりな。じゃあまあ、じゃあこれで。せっかくだから。この弦どれぐらい持つんですか。エリクサーと同じぐらいは。じゃあ1ヶ月ぐらい。一般吉他需要多长时间保养一次？一个月两次。吉他要一个月保养两次。セットアップっていうものは、そのギタリストがどういったプレイをするか、どういった癖があるか。っていうプレイを含めてセットアップするのが本来の職人さん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よね。老大已经给我把琴调好了。啊，这个声好听，好像 octave 不准。大家在调琴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就是调完了之后呢，一定要检查那一个 octave， 就是八度。比如说你在12频以下的那一块，一定要试一下。你要是想去演奏，尤其是要录音的话，一定要保证它外边那些弦是准的，否则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头疼。而且很多初学者根本就听不出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库妞桑给我推荐了一个这个压缩，
这个是什么呀 ？Focus Limestone Audio， 这个听起来好爽，尤其是在那个做 funk 的时候，给大家听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但是大家听一下啊，特别干净。太大声了，太大声了 ，sorry。一下感觉自己的吉他技术提升了，其实没有提升。这是我们自己开始进货的一个日本的手工制作效果器的品牌。手工制作 ，Limestone Audio。Limestone Audio。对，这是刚才汪桑介绍的，这是压缩效果器，这黑色的也我自己也用。真的真的特别特别脆，那个声音就是 Kimchi。All right， 修好了，跟库尼欧桑。谢谢ま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ね。おいす、また。はい、連絡します。あ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バイバイ。お疲れ様。All right。所以这个库尼欧桑还是非常靠谱的。一般在北京的话，我修琴的话就是去找他修。虽然我特别特别的懒，虽然他说一个月需要修两次，但是。这个吧我可能是做不到的，所以至少呢听一下专业人员的一些意见嘛，所以大家知道大概我们应该怎样去爱护我们的琴。现在天已经黑了，然后把吉他给拿回来了，所以我可能就稍微的玩一玩吉他，然后呢今天晚上可能我会在我的新歌里面稍微用一下这个吉他。这个新歌挺好听的，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但是还没有到时候 yeah，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